阿金，严哥，怎么是你呀？怎么是你呀？你抱个鸡干嘛呀？啊，我今天去街上来。啊，还这个严哥，你那么早来呀？那这个奶奶是？这奶奶的话是我们这边的阿婆，以前的话，舅妈去那个打竹笋啊那些的时候，就是她，就是做饭给我吃的。啊，然后这两天的话，她就有点感冒了，我带她一起去街上买药，买了药，买了一只鸡回去补一下。是吧？哎，你们先上来，等我送你，我送你们上去嘛。来。那行啊。不然都马上要下雨了，阿金，怎么阿婆我们就先上去？怎么？来，我马上，我马上下来。但是我这个阿婆的话有点晕车呀。等下我让她坐前面嘛。坐前面嘛，让阿婆坐前面。对，我慢点，阿婆。我把那个窗子打开一下，阿金，马上我下来帮你，好不好？马上我下来帮你。好，阿婆你先坐一下，马上我去帮一下阿金。哎，阿金，你们家不是有鸡吗？你怎么又买了个鸡呀？不是，主要是我怕我舅妈不同意那些鸡嘛，就是拿来生蛋呀，或者是再养一下啊。我害怕她不同意拿来吃，所以我就，又买了一只鸡，就给这个阿婆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你好孝顺的阿金，还买了酒，是不是？今天。对，阿婆以前对我很好的。啊，小时候对你很好，是不？对，我舅妈以前要去干活呀，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，她都做饭给我吃。那就应该这样的，我觉得真的是你。应该就懂得感恩，真的应该向你学习的，阿金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好不好？你看看着都重，来马上来，我把后备箱给你打开一下，阿金。这鸡能不能放在这里面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洗了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来，马上，等一下，阿金，我这样子直接吗？对，马上，等一下。严哥。哎，你今天又给我们买了西瓜呀？没有啊，我们不是给你买的呀。不是给我们买的呀。我开玩笑的，阿金。啊？我给你买的。然后我又买了一点肉，知道吧？然后我说给装，刚好我说上来的，然后看到你在路上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是哪个姑娘，还抱了一个鸡呢，还有一个阿婆，那阿婆年纪好像看着挺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阿婆年纪比较大了，然后她是一个人在家的啊，一个人在家，所以说他们家没有人，她就这两天有点小感冒嘛，然后没有人带她去街上买药嘛，她也听不懂汉话，然后我就带她去了。哦，这两天我们家的玉米也收的差不多了嘛，刚好。哦，如果他一个老人在家里面，确实是个阿金。那我们行，我们先上去好不好？好。那阿婆我们就先走了，我们先上去好不好？阿婆听不懂对不对，阿金？听不懂。啊，好，那坐好，那我把那个窗子打开，阿婆的跟那个窗子打开一下，走吧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对。啊，你们过去嘛，然后我把你这个，我给你背过来，啊，对，啊，去吧，你们先过去，我把你那个背过来。哎，阿金，舅妈没在家里面吗？舅妈在家，今天下雨，她没去做饭，你进来做嘛。啊，怎么阿婆怎么？舅妈在家里面呀。杨哥，你先帮我抱着一下鸡，然后我去。行，我来嘛。拿个凳子给你坐啊，外面拿个凳子。去吗？你去拿吧。哎，舅妈。小伙子，今天买鸡来了喽。啊？今天买鸡买了喽。没有没有，舅妈，这个鸡是那个阿金买过来的，然后他说那个阿婆身体没那么好，说给阿婆补一下的。那鸡阿金买鸡买啥子嘛？钱给没得喽。吃不吃？你直接在吃，不行。舅妈，这是阿金给那个阿婆买的，知道不？不行不行，来杨哥，哎，那你坐一下吧。啊，行行行，坐一下。那阿金，阿金，你把你们的鸡拿走吧。好的，不是，舅妈，是那个，因为你也知道，那个阿婆从小就照顾阿金的，对不对？她也比较照顾阿金，所以说阿金看她那个身体最近不好，然后说给她买个鸡吃一下。不行，反正这个鸡也没有多少钱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没得钱了。都阿金已经都买回来的嘛。买是不行。啊。吃不起，来没得钱了。那你看阿婆多可怜呀，是不是？舅妈。今天我没活了。啊。舅妈，这个鸡虽然是阿金买的，但是我也给你买了西瓜和肉的。
俺就只买嘛，我不行。啊，你得吃了。但你看阿婆多可怜呀，是不是？阿婆忙不过那些。那这样吧，舅妈，我就这样，那个鸡就现在我来买嘛，100块钱我给你，然后这个鸡现在由我买着，不行不行？啊？不行。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你不过钱我不敢嘞。啊，100块钱还不行呀，舅妈。不行。200块钱我是可以。你说这个，你说这个鸡。要200块钱呀，舅妈。啊，你不够钱，我不给嘞。但阿金买的时候也差不多，就最多也就100块钱呀，舅妈。阿金买是不行，不行。那行就行，舅妈，这样，我就给你200块钱，这个鸡现在由我买的，然后买给阿婆吃的，行不行？然后你就不要去拦着他了，我们就把这个鸡给阿婆吃，好不好，舅妈？来把这个钱给你，这200块钱。对吗，元哥？哎，没事。本来就是我的心意，我买给阿婆吃的。那舅妈不同意的嘛，是不是吗？阿金。舅妈不同意，那不管我，本来我就想着，就是我们自己家养的鸡不煮了，他会开心嘛。现在我就想着，就是不是让你吃西瓜，今天不吃了，吃那些吃这些，西瓜吃了。啊，舅妈，没事没事，来，你把这个拿着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看这200块钱，这个鸡就相当于我买的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做这个吃，好不好？好嘛。啊，你拿着嘛，好不好？啊、我们就把这个鸡拿给阿婆吃嘛，好不好？阿婆，阿婆是不是听不懂我们说话呀？对，是吧？听不懂，听不懂是不是？嗯、那这样吧，阿金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然后我们就。你去帮我烧一下那个火，然后今天我跟阿婆做饭和你们做饭，好不好？舅妈，我给你们做饭今天，好不好？好嘛。啊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哦。走吧，阿金，你去把那个烧一下，没事的哈，阿金。嗯。我阿金。嗯。你还会做这个哟？什么这个呀？这个鸡呀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做这个很正常呀。是吧？对我们家。要不我帮你。不用，不用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不用你就坐着吧。要迟来多少天，元哥，哎，我感觉我对你很愧疚呀。啊，愧疚什么呀？每次你上来到我们家来，不是买这样就是买那样，然后有些时候我舅妈还要。没事的，阿金，我们这个鸡是为了给舅婆吃的，那个不是阿婆吃的，对不对？是给她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买过来的，不可能因为舅妈我们就不弄它了呀，对不对？你看阿婆最近身体也不是那么好。但是如果说我以前就是不给她，她也没办法了，我已经买回来了。哎，我昨天我看她那个态度，又喝了那个八家那这个什么酒的那种，所以我害怕她就闹得更厉害，知道吧？没事的，阿金，你就弄着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。做饭的时候就我来做，行不行？你尝一下我的手艺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弄着，我先去忙其他的，好不好？